好，各位粉丝们，我是就是这一个，这个是浙江粉丝寄出的两台手机，畅享九啊，这个更换屏幕总成啊，今天是黑屏的啊，然后更换那个屏幕总成还没搞定啊，你再看一下啊，这个修的比较扎心的这个重摔机啊，荣耀九叉 Pro 啊，你看一下后盖到底多惨，还有它这个前面啊，还有它这个。主板啊，整个主板变形啊，然后这里还断了个角，主板上断了角，然后经过我好几天的折腾，好几天的拯救啊，终于拯救回来了，现在基本功能都正常啊，然后屏幕还有后壳边框全套换了啊，现在基本功能都测试好了，啊，这个手机修的扎心啊。不过修好了还算好，还没忘让老铁失望，非常感谢支持啊！好，就拍到这里，希望记得关注我，有需要修手机的直播间。